哇，你今天钓了什么鱼？黑鱼。哇，怎么这个罗非这样特别这样黑的哦？嗯，它会跳舞。哇，很大只一下嘞。我捞！呜！哇，斑鱼嘞！哇，厉害啊！喂，黄静怡，今天很 lucky 嘞！哇，什么大鱼都给你中到，宝宝这个要很想要中很久了而已，一直中不到嘞！原来还不要吃青蛙的哦，要吃那个面包虫哦。你这么笑到不会讲话，我一点人计划咧，不要再笑了咧。哎，所以你这么今天一直钓大鱼，怎样钓的哈？其实哈，刚刚我放在那里，然后咧，我就去那边小便，小便了，我就回来看，然后我去把它拉上来。你看它动了，你就拉上来呀、啊？它、嗯、有动静，你就拉上来呀、啊？哇，这样你好像装钓这样呢，这是放在那边等它吃。对啊。你爸爸要钓这条鱼要钓很久了嘞，结果还没有钓到，给你钓到。哇，厉害啊、哦！